装潢的装潢内，好，装潢内现在会有牵涉到一个，这机器以后，然后因为它是施工嘛，所以它会有一个这个，我们讲不要装一装，会再有一个这个费用。我现在跟你讲可能会有什么费用。第一个就大金的话是这一个，这个不是大金，大金的是这个6400的这一个。然后如果是富士通跟三菱的话是第一个这一个。那我们第一个产生条件就是不要转装，然后会有收这一个。然后因为您是用旧的管子在里面，所以它会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吸管，嗯，好沿用吸管部分，那它烧接管就是会有一次就是3000块这样子。然后因为你有用大金的，所以第二个就是如因为用也不能拆装潢什么，是只能用原本旧的。那如果您买大金的，你想要用大金的延长管子，那这个就只能走银管，那它就会有不一样的。哦，那这个就要看您当下的状况，是你想要哪一个。如果要用大金的延长管子，没办法走你里面的线了，所以就只能走银管银线。好，这第二个，然后再来就是。外机会有那个架子，因为它是固定，看你没办法。如果需要固定的话，它就有两种，一个是镀锌架，一个不锈钢架。所以我这边都帮你再勾起来在这里。对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假设我买一套，那这边是可能会产生的费用。那因为我们是一对多嘛，然后可能还有装潢的部分，所以会建议就是我们请师傅去看。就可以整个确认完说，目前家里的这个2.2跟3.6。是不是足够的？那如果足够以后，现场就会知道说可能会需要用到哪一些东西，额外产生的费用，那全部就会出来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好，我先看一下。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可以给你们，好。对对对，所以你说是再打9折吗？目前的活动，OK, okay.。因为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嘛，会有特点。所以它现在是活动，除了本来的商品的价格优惠以外，另在还会有我们所谓的那个满额礼的优惠，好，这些会叠加在上去，然后刷卡分期零利率，然后也会一些银行的回馈，各方面加在一起，所以你可以先大概参考一下，如果依照我们这个的话，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刚刚粉红色这一张就是我们目前的所有可能会产生的费用，那这上面其实会有。好，了解。对，你们先看一下，看怎么样再跟我说。好，先看一下。对。叮叮叮，啊，叮叮，来，这个是什么？大金最贵富士通三菱、啊。所以他们没办法有三菱重工哦。啊，这里没有三菱重工。是这里没摆，还是就不卖？看起来是。我要买不到。他就没有报给我的三菱，他就说只有电机啊。啊，电机最便宜耶。对啊，是富士通还比较贵，那就中富士通啊。三菱重工是保固多久？全机7年。对啊，那为什么它可以全机10年？它这个目前所有冷气就只有它全机10年。那 Sharp 的 Sharp 是 Sharp 也没有那么多啊，3个月，有的是3年，有的是7年。7年，大部分都7年。3年是怎样的？太短了吧？什么鬼？我乘重用机就是3年，然后就要坏了。